者你誒冇咁多憂愁嘅話咧，根本咧就唔怕癌細胞嘅。其實最好嘅藥係咩啫？真係笑啊！係啊，真係興奮啊，笑啊！我越笑咧，就越覺得自己越有氣力咁樣樣。我覺得癌症不是絕症，是看看你自己個人怎麼看。不是啊，他這裡等得就是都是絕症，但是未去到盡，即是你還可以享受一下你的人生。醫學研究證實，過分焦慮、恐懼、抑壓會加速癌細胞惡化，縮短病人壽命。正面乐观积极面对癌症，反而有助癌症病人延长寿命，活得更有意义。何国贤15年前发现自己患上鼻咽癌，做了30多次电疗，以为自己从此无事。点知5年前癌症复发，肿瘤扩散到颈淋巴的位置，做了切除手术，做埋电疗。医生话都冇办法完全清除癌细胞，建议佢用更加强力的伽马放射治疗。不过危险性相当大，何国贤最后选择放弃。他说这次有遗症呢，就是条颈拧不到啦，吞食很困难啦，辐射都挺犀利，可能啲骨有时都溶啦。最令我担心的就是说他说爆三成爆动物的。那我问个医生，医生如果爆动物怎么算啊？他说我不紧要的，拉底在大髀那伸条管就得的啦。我说医生，我日都不在医院的，我下街怎么算啊？好晕啊。冇晕到啊。胃口好唔好啊？食得瞓得，一条脷。何国贤过往一直跟足西医指示接受治疗，不过呢一次复发之后，决定去找中医医治。都算是好啦，即系稳稳定咯。开头睇嗰阵时，你成功嘅要，我哋烧嗰啲癌细胞系咪？我唔知啦。咁我太太见到我好惊噶啦呢样嘢。但我是照飲我也唔驚，就啲蠍子添㗎，仲有啲112/13。何國賢細細個屋企環境唔好，一家五口住喺深水埗呢個舊樓單位，經常食鹹魚送飯。中學畢業之後，佢加入稅務局工作，一邊做嘢一邊讀會計。呢段紧张日子挨咗14年，呢个就 urgent case 咧，个肚点知会计牌未考到就发现有鼻咽癌，后来仲因为做电疗令记忆受损，最终升职无望。咁辛苦考咗个会计师嘅衔头，咁咧到我升职咧，一定要会计师衔头嘅。咁考到啦，经历咗咁多年考到啦，咁有咩用呢？好多研究都是发觉咧，如果嗰个病人是很担心的，很抑郁的，觉都瞓唔到啊，佢哋嗰个复发率会高咗。咁点解咧？就是因为我哋个免疫系统唔好咧，啲癌细胞先至受唔到控制咁不断增长啊嘛。如果你情绪唔好，又食唔落咯，又瞓唔着咯，成个人未打仗嗰啲军队都坏晒啦。已經病了，那邊有力去再去打仗呢？我都問過陳麗雲，10多年來專注癌症病人的輔導工作，4年前還幫香港大學成立行為健康教研中心，一方面為癌症病人提供支援服務，另一方面就長期研究病人心理和壓力的相互關係。 我情願走得爽快點，我都說最近心態我都变咗，想早啲走。
我唔想辛苦。嗰啲好擔心啊，成日覺得好大壓力啊，嗰啲病友咧，佢哋個皮質醇亦都上升嘅。咁我哋教咗佢哋放鬆，教咗佢哋點樣放開啊，唔好咁執着啊，接受生老病死嘅過程啊，佢哋坦然啲面對生命嘅時候咧，佢哋個皮質醇就下降咗。咁樣穿插，刺激曬所有手指。美國史丹福大學曾經進行一項研究顯示，癌症病人如果有適當嘅心理輔導，情緒得到舒緩，病人嘅生命可以延長一至三倍。有心理輔導嗰個組咧，存活期咧係去到三年嘅；冇心理輔導嗰個組咧，係只係12個月啫。少量嘅心理輔導咧，都去到24個月嘅。佢哋如果可以用輕鬆嘅心情去面對呢個咁樣嘅抗癌呢個長期戰爭咧，就會對佢哋嗰個情緒同埋身體嘅健康都會有正面嘅幫助啦。叶秋文三年前患上乳癌，他说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工作狂，事事追求完美，就算不开心都只是将忧虑摆在心里面，不懂得怎样释放出来。以前几急啦，要做得好啦，要做得靓啦，要做得快啦。而家做紧呢一样嘢咧，个脑已经系谂紧下一样嘢会做啲咩啊？有一啲嘢即系知道之后系唔开心嘅，咁摆喺心里边咧，好似一嚿嘢咁样，都瞓唔到。咁第二日梗系冇乜精神啦，集中注意力嗰个能力又低啲嘅。咁呢一种嘅感觉系觉得好无奈嘅时候咧，觉得失望，个心系沉咗一夜嘅。好难饮。患有早期乳癌的病人康复机会很大，生存率高达九成。不过秋文接受治疗之后不够两年，去年又发现癌病复发，癌细胞扩散到淋巴，要进行化疗。化疗的副作用不单止影响他的健康，连心情都大受打击。好攰啦，尤其是瞓唔到觉咧，系令我好容易发脾气啊！啲手指咧，那个肉同埋个指甲咧，系离开咗噶，咁直头系白晒噶。咁我再转咗药嘅时候咧，那个嘅毒性又强咗啦。再加埋身体好多嘅变化啦，对我嚟讲咧就系、是、即系而家已经我喺咁嘅阶段，再打落去嘅话，咁我嘅身体承唔承受得住咧？我的情绪会变成怎样呢？三个月前他卒之忍受不住，主动要求医生停止化疗。停药之后他重拾自己的兴趣，九个月来第一次跟朋友上山远足。看到啊，千祈如果这里怎么说啊，有张那些沙滩床呢，最好在这里睡一觉先啊。我觉得很舒服咯，每次来我都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有不同的感受啊，这个是一种的满足啊，即是我今天又可以做到这样东西。你讲都喊到，喊翻嗰边啦，有一个意识是不想自己是摊在家咁样样啊。我相信有一样嘢就是你自己在思想上同自己讲咧，你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噶。呢段路咧就比较平啲啦，净系上少少楼梯嘅啫。就適合啲癌症康復者行咯，我都帶咗佢哋行咗兩年幾三年啦。何國賢五年前轉用中藥抗癌之後，一星期起碼有兩日會陪家人同其他癌症病友一起行山。佢話希望藉住運動可以提升身體抵抗力，因為佢準備同癌症長期搏鬥。不過都係避唔到雨嘅，都係。行山好好嘅真系，因为咧可以睇风景，二来啊出身汗啦。咁在我嚟讲咧，我食埋好多药嘅，中西药都有食嘅。咁咧出身汗咧，又将嗰啲食剩嗰啲嘢排埋出嚟啦。咁啊唔需要积留喺身体入边啦。咁啊对我身体好好啦。啊，越行就越行越长，越行越快咯。可以，我识好多嘅病友啊，佢哋都系
同啲癌細胞一齊並存緊。好多個人咧都話，醫生都話佢得兩三年命，但係而家佢十幾年仲喺度，根本唔需要咁擔心。學佢咯，學佢嘅精神咯，能夠 keep 得咁好，咁咪學佢咯。病到七彩人點可以行山嘅啫？原來得嘅，即係睇到佢，即係等於睇到自己嘅將來。即係你今日得，將來我都得。琴日都食头痛片啊，唔舒服啊。罗燕琴旧年验到子宫、卵巢同埋部分大肠都有癌细胞。今年年初佢做咗一次大手术，一次过将呢几个有癌细胞嘅器官切除。1234568，你感觉点啊？小晕啦，少少晕。到嘅就唔好住啊，唔好得。咁你唔好转，咁你坐一坐先好嘛。上个月，罗燕琴连手术后嘅化疗、电疗都全部做完，但系佢话感觉身体仍然好虚弱，觉得好攰啊，好易唔舒服咯。你大动作一啲咧，你都觉得好似晕晕地嗰只咯。做完呢一个手术同埋化疗完之后咧，身体系冇以前咁。眼睛好多隔离左右的朋友都同你讲食咩食咩食咩，其实你好乱嘅真系，咪唯有睇下书，拣自己啱食嗰啲嘢。每一次都要煲呢啲去饮咯，等自己冇咁辛苦。化疗嗰阵时，即系唔会咁容易口烂啊、口干啊咁咯。罗燕琴屋企得一个人住，佢话独居生活令自己好容易产生负面情绪，影响病情。所以而家佢听朋友嘅意见，每个星期。都抽时间去参加癌症病人互助小组搞嘅活动。未病之前，我好少即系群体嗰啲生活啊。每次嚟嘅感受咧，就觉得好开心咯。同埋即系话，就算系有时自己未必系跳得，但系都可以同佢哋分享一齐跳嗰个乐趣啦。見到啲人即係好似我哋呢啲病咧，病完都可以咁開心咁玩，變咗自己就有個信心大啲咯。盡量俾自己輕鬆啲啦，死唔係一件咩咁大件事，已經喺即係喺自己心目中。人始終都有一次，但係唔好俾自己嘅壓力咁大咯。諗住死就咩都唔想去做嗰只。路行來美好嗎？要朝早讲清楚，挥挥手说你好吗？秋文患癌，意志最消沉嘅时候，佢喺一间幼稚园度做义工。小朋友嘅世界单纯直接，同佢哋相处，竟然启发到自己对生命嘅态度。好靓啊！婆婆有粉红，泳儿婆婆啊，呢个。快乐啦，开心啦，单纯啦，诚实啦，同埋好真啊！原来生命嚟讲咧，呢一个系一个好基本嘅追求啊！咁原来我喺小朋友身上边发现到啊！我觉得佢都识得去选择快乐。咁我都应该懂得做呢一样嘢啊！当一个人有病嘅时候，如果你唔知道自己嘅时日有几多，咁你两样嘢俾你拣，你宁愿快乐定系痛苦呢？咁啊，梗系拣快乐啦！我觉得咧，佢而家系对我嚟讲系开心咗嘅。以前咧，其实好多时候我会听佢呻嘅，会唔开心嘅。
我覺得跟他傾偈係而家仲更加開心，因為我哋講嘅嘢係開心嘅嘢多過以前嗰啲。同埋係講有時都會喺個話題裏面咧係有笑嘢嘅。係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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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嚇，風趣咗好多。我而家个方法去面对咧，就系即系同一样嘢斗咧，系好费气力嘅，系好攰嘅，倒不如系自如啲嘅去面对呢一样嘢，轻松啲。其实最好嘅药系咩啫？真系笑啊，系啊，真系兴奋啊，笑啊，呢一种最好系发自内心噶啦。呢一种咁样样咧，系真系我自己嘅经历就系驱走咗咧嗰种嘅焦虑啊！自己唔开心啊，嬲怒啊，或者悲哀嘅情绪都唔讲俾人听嘅咧，佢哋咧就系嗰个负面情绪会大好多嘅。癌病唔单止系一个人嘅病嚟噶，其实成家人。都会担心，都会伤心。不过呢，就是大家一起去分担，这条路就好行好多了。鼻咽癌扩散的病人在五年内仍然生存的比率只是五六成。何国贤今年已经踏入第六年，所以他说自己的生命已经有赚。那我都没问过医生，我到底还有多少年命啊，我都从来没问他。三年前开始，何国贤仲加入做义工，一心想将自己抗癌的经验同病友分享。十年之后，即系五年前咧，就转咗我条颈度。呢一日，佢就去到一位皮肤癌复发嘅病友屋企家访。点貌啊？咁你好似突然间谂下，哎呀，你可能好快会离开呢个世界，会唔会啊？即系会咁谂咯，即系会。会一下子你会想，哎呀，突然间你好估唔到发生嘅嘢发生在你身上，佢又翻转头啦。你可能过唔到呢一关。讲起癌症就唔系绝症嚟嘅，我见到好多人医生话有两三年命嘅，但系到现时为止仲系生存紧嘅，十几年仲生存紧嘅。咁样嚟系，即系只不过咧，如果佢哋有。其他人的支持或者有信仰或者有家人的支持呢，就那个存活率应该很高的，应该是。望左手。左下。几好。基本上隻眼都稳定，即是没有受到你那个电疗的即是严重的影响。要负责吗？小心一点要飲食呢，我太太成日车住我呢。听我食错嘢啦，同埋咧就都生活都有定时啦。爸爸比以前早咗好多翻，工作压力都应该轻过以前，心情轻松好多啦。以前就好紧张啦。麻麻地嘅状态，不过都尽力跑啦，都系。今日虽然系热啲，但系都跑得到。我谂三十一二分钟到啦，好嘅时间又系。我谂都起码玩多七八年啦。我作为佢妻子，我就系希望咧，最终我都觉得系 keep 住个身体嘅健康。即系我觉得我好需要佢，佢两个儿子好需要爸爸。咁我哋咧觉得我哋好似一副 puzzle 咁样嘅，系唔希望缺咗一块嘅。我真的不想两个仔好似我咁，其实个爸爸成日喺身边咁咯。想咧睇住佢成长咯。我谂住我自己咁成日积极咁嚟到运动啊，成日都能谂住 keep 住自己好嘅身体咯。26、27、
盡量唔好俾自己記住自己係有呢個病，好似哇世界末日咁樣。我覺得癌症唔係絕症。我需要嘅就係、有質素嘅生活。呢一樣嘢係我最追求嘅。我唔追求我繼續生存多五十年，我追求嘅就係我今日、我聽日、我嘅生活質素係我覺得滿意嘅。科技一日千里，但係要完全消滅癌症呢個第一號殺手，似乎仲有一段漫長道路，有待醫學界去努力衝刺。但係從預防到面對癌症，每一個人都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回应，生命毕竟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想知道更多有关癌症的资料，请浏览铿锵集网页。